台积电圆圆会排了这么长的人龙，全部都是为了抢这个今年的纪念小物。限量2024年运动会版猫头鹰后背包，人手3、4、5、6、7、8个，满满一整叠，抢到架上都空了，赶快补货。八个，帮人家买的。买有2个儿子这样。我们官网没有这个。 是来这边看到，大家都来一人一个。猫头鹰纪念包理念来自台积电24小时轮三班的夜鹰计划，上头还有和 logo 晶片，相同排列组合的设计巧思，现场限量2500个，全部卖光。平均5个，有的人还买20几个，一次都买很多。对，就是9点半开始，那个收银机都没有停过这样子，对。 猫头鹰纪念品热门到，甚至台积电员工转卖内部免费赠送的运动会组合，喊价2000到3500元。 盘点台积电过去纪念品，样样都很夯。台积电35周年星巴克杯只有在厂区贩售，原价600元炒到3000元，而今年限定联名绿色乖乖最夸张，每人限购1箱，1包24元。拍卖网站1包开价500元，等于翻涨20倍。乖乖啊，我就买1箱，还蛮抢手的，一人发一个就没了。 只能说护国神山魅力无法挡，一推出限定周边小物就掀起一波收藏热潮。三十六周的周这么的。